嘉义县六角乡的蒜头糖厂，就称蒜头制糖所。西元2001年，那莉风灾时受到严重的创伤，停止制糖业务。在2002年成立蒜头蔗城文化园区，以五分车的特色吸引民众来这里观光休闲。工厂村是蒜头制糖所设立后形成的聚落。随着制糖工业式微，工厂村人口已大不如前。目前户籍人口为250人，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有82个。人口的老化，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在嘉义县来讲，老化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那六角乡工厂村也是。所以，这个老化的当中，我也希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环境很好，所以我们对于硬体的环境的塑造，一步一步慢慢的在做这样子。村子里正在进行环境改造，每周日村长都会广播邀请村民一起整理环境。但随着年轻人外流，留守在村子里的老人年纪渐大，能出来帮忙的村民已经越来越少。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老人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过得更快乐更充实，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境之下，我就组的这个剧团，让这些老人很安全又很快乐的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做表演。这背后的支撑呢，好像妈祖的阿伯有在倒宝贝，有在倒山，这个力量对我来说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力量。过去都是从事政治服务工作的黄江镇当村长完全是个意外，返乡陪伴父母，他注意到老龄人口的问题，成为村长后他开始规划社区老人学习。原本该是昏沉午睡时间，大家却走出家门参与今天的乐龄课程。绘制家族树，各自带来家族旧照片，彼此热烈的讨论着。我们今天有这个课程，我们是希望这些老奶奶除了本身她对于她自己前世的记忆以外，更希望她能够充实提升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他们的时间是排得满满的，好，这样子也过得每天过得很充实。如果说你没有来上这个课程，或许她在家里就睡觉啊。我相信他们非常乐意的来学习这样子一个课程。跟着上课的村长突然接听询问电话，是预约要来观看笑眯眯悬丝偶剧团演出的团体。所以你到堂场来，然后由这一些奶奶表演，然后跟你们做导览解说。这群老人几乎都是悬丝偶剧团的团员，乐龄课程是为了拓展他们的生活面向与思考。我的是想讲，这些老奶奶哈，我们既然都成立了，那要让他们再去学习。人生是活到老，睡到老。那我把它反过来说，睡到老，活到老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对。村长的姐姐、妹妹还有父母都住在工厂村里，
他的妈妈心智已逐渐退化。阿大妈，我累啊，拢无累。我啊，你几岁？87啊。啊。你几岁？84啊。87。我87咯。你讲我八十几咯？你讲八十几，我知。我阿惊你讲七十几。还看你去在上无？知影，我家己几岁，即满拢活到那啊。伊啦，唔敢是要出来，妈要出来，我老母啦。村长爸爸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这个村子有晚辈陪伴的家庭都像村长一样，是由老人照顾更年长的老人。村里重要的精神支柱配天宫，是从日据时代由埔子分支过来，为糖厂运作顺利而引请妈祖来庇佑。如今糖厂早已关闭，但是今日村民的一炷清香，诚心恭敬的心依旧如当年。爸爸是十八岁，八十八啊，八十八。妈妈是87啊，嘿，妈妈对啊。我当村长也是说，一方面希望可以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刚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好，或是说人脉也好，那当村长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刚好一方面可以照顾爸爸妈妈，二方面就来服务这一些村民。村长姐姐黄彩杰与先生退休后由外地移居回来，一起照顾年迈的父母，儿女相伴，让老有所依，是工厂村老龄社区中很完美的生活模式。现在每到周末假日，大批游客涌入平时安静的蒜头糖厂，搭乘五分小火车，而工厂村的笑眯眯悬丝偶剧团就在车站外的广场上表演。这些操控悬丝偶的爷爷奶奶们都已七八十岁了，最年轻也已经61岁。目前12位团员中已有10位拿到街头艺人表演执照。悬丝偶除了操控困难外，操纵偶身的丝线还很容易交错打结，演出前必须要先顺线一次，演出后还要仔细收好。我啦，手断的，红啊手手忝到断的。一开始参与社区总体营造而成立悬丝偶剧团，没想到专案结束后，老奶奶们却仍然有表演的高度热情，在大家的努力下，将剧团延续下来了。一开始还是一个专案在进行啊，大家都蛮新鲜的啦、啊。我也是想说，可能专案啊完了啊，就是结束了嘛。好、哦，但是我发现他们很认真啊。专案结束了以后，他已经有一点成就了哦，所以再继续再下去。我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剧团可以成立起来啊。其实我那时候我想说，哎，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说5年。才能够比较有一点基础，所以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我们2年就有一点基础。等着观看的民众早早就坐好在等待了。演出小雨，小雨无终，无进无去，只要大家拢总欢欢喜喜，笑眯眯。小朋友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现场几乎都是初次来观赏笑眯眯悬丝偶剧团的民众。
孙呢，你足牛的呢，吹笛子好好听哦。阿公，我来给你按摩。哦，真轻松，好厉害哦，阿公哦，足久唔捌这么舒服过啊呢。这种弦丝哦，其实是一种设计的，设计味道蛮重的，它牵涉到的动作蛮多的啊，机关，比如说线的位置，绑这里跟绑这里就不一样了，哦，所以它的变化蛮大的，一开始真的是很难去琢磨，所以我是觉得很好玩啊，所以才会投入这样子。最大困难应该就是说，一开始教以后，他们的进度会不一样。那不一样以后，可能就是会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他的今天的进度跟另外一位、跟另外一位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变成就要一对一的来教，不能够全部哦集合起来哦照这样子上这样子。因为老人家他现在就是有时间，因为他们是觉得是说我找一个事情，这个对我来讲是不错了，一个消遣，感觉他们应该很高兴啦，因为他们可以站到台上去了。春江拢是咧办大代志，这种小代志较无咧办啦。啊，你既然来啊，啊无安尼啦，我甲你介绍一个专门咧办这种小破代志的，你等一下，来，甲请出来。很多高难度的技巧都需要不断的练习与揣摩，能站在这里演出是爷爷奶奶们花费长时间用心练习的成果。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剧情，我们都会透过这样一个大家集思广益来的。所以只是说，大家再想一想，说，哎，我们成立这个剧团，大概有什么要什么名字啊？大家想说啊 ，B B 要求啊，求 B B， 就在这边想一想，哎，那就笑眯眯。一方面希望每一个人来这边都是笑眯眯，另外能够以这一些笑眯眯、欢乐的一个气氛去传播。给这一些观众，给这一些其他就是看到的这些人，或者说我们以后去做艺人，我们希望这些长者八十几岁、七十几岁，你不要自己想得到，啊，我是无啰啰样的人，你是鼓舞这些人。何刚的进程，咱来先来看一个特技表演的，来。观众被吸引的越来越挤到前面看了。这就是我要爱做的物件，就是我希望因会当去找到因人生的价值，找到因人生的价值，靠有法度在伊这个吃老的、买老的这个过程当中，伊有。真快乐，真欢喜，善终。好，这也是我最主要希望这些老长辈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做善终。演出结束后，每一个悬丝偶都要将丝线顺过整理好，有断线的要修好，再套入个别的布套中。周末连着两场的演出，对年长者来说，情绪激昂一下午，多少还是有点疲累了。结伴踩着村里的巷道回家，在这个人口约250人的小村落里，
彼此的住家都是相隔没有几步路的距离。哦，我感觉老美爱笑眯眯，爱笑眯眯，笑眯眯老奶奶。再见，再见。真轻松，啊，出去都安欢喜，无迄落面里面去咩？我唔知家己住会较无聊，啊，阮遮个囝媳妇要带我去，我就唔啦。啊，我著伫遮，遮拢老人伴。啊，去家己哦，少年仔拢咧食头路啦，咧做代，咧做头路啊。啊，我平时嘛咧个顾住。我就是拢转来安款款的，先讲洗洗，啊，款款的，啊，再看电视，看啊差不多。七点半才起来快，反正是啊。所以现在大家住习惯了，拢袂感觉这个生活无方便，是困难。对啦，有感觉的。像讲电视看看咧，都要来困啊。啊，困去了，我拢醒一摆尔，我拢十点半去困，做饭店醒，过来困啊天光啊。阿家阿嬷今年84岁，独居很多年，村里的生活方式让她自在不孤单，见到人都是带着超级开心的笑容。这道菜足济哦，足济哦。我家来去了。阿喜阿嬷是阿江阿嬷从小的邻居及同学，结婚后又同住一个村，现在一样独居。看着他们的生活模式，恐怕年轻人都没有他们的活力。阿娇，电力的甲电话的单拢来啊，嘿啦。阿喜阿嬷一有空，就会到阿江阿嬷家聊天、唱歌，练练肺活量。蒜头，国小的，八岁。啊，你实在，我实在要甲。76靠背起来嘛，哎，啊，都正读册就做伙啊。76啦。伊都嫁到你遮嘛，哦，即马就安回社起厝买人。我来讲，起这厝进前搬来啊。啊，才买，啊买就安搬来，哎，伊伫隔较近啊，我伫遮。一个人生活仍维持规律步调，有固定打扫屋内外的时间。虽然眼睛骨头有些小毛病，但是都在能忍受也还正常的范围内。做一个老人的快乐就是像阮即马，然后会当出去创啥货啊？咱要创啥，咱就会当出去，啊，咱搁会行会走，要创啥，咱嘛家己去啊。我若想讲。你人若一感冒啦，还是安那对咧，脚骨、手骨对咧酸痛。我当时我若拢家己来家己方看吼，人家拢足无方便的。啊，无着人要去抱住，啊，无着请车安尼啊。我想讲吼，咱身体养养啦吼，啊，时阵嘛咱烦恼，啊，咱着足欢喜的安尼啦。嘿，咱若困话时阵嘛困话啦。
你好命都算不定啦。咱说讲，咱的身体永远上好尔，我拢嘛期待安尼。有无？安满意啊啦！咱食到这回安尼吼，我嘛拢感动讲，哦，咱食到这回，咱还阁会行会走，安尼就还阁算讲，咱就真好啊。啊，我拢嘛想讲吼，差不多唔通食到伤济，差不多六九十，差不多足多，都可以啊，都真济岁啊啦。有诶，即摆拢食到九十，我看着嘛是真艰苦。二十几岁才学悬丝偶，认真时表情永远是严肃的。小姐啥？今仔日吼，工程拢袂顺利呢，要安怎？伊讲，啊恁大家爱想看卖咧啊，吼、哦。你伊线嘛是爱，但是也爱游一手，爱游一手，迄阵捏一手，游手，捏手，爱游一手安尼啊，拢一定的啊，拢嘛安尼。来先就想讲卖啦，啊就想讲啊好啊，人个人学鞋，咱嘛要甲学鞋，哪有人学鞋，咱学袂鞋，学久就会鞋，拢嘛会上安啦。鞋啦，我来想讲啊好啊，咱较高甲学，学久就会晓啦，安尼啦。哎吼，俺爷咧都足耍个，俺爷咧会耍啊，这会耍啊，会啊。再来下手哦。会啊，过来就袂啊，即嘛袂习惯啊。再来爱打高腰哦。免啦，耍耍个就好去啊。剧团所有的悬丝偶都是黄宪章老师的设计打造，就连小配件也不例外。我从小就是喜欢就是各种的摸东摸西啦，就是物理方面的啦，那这一方面的。基本之前的美工方面，因为我之前小时候也是喜欢画图嘛，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是学摄影，然后在学校又是学到木工，所以等于是，其实是等于把我之前所学的是结合起来这样子的。黄宪章所的制作的木偶可爱逗趣，他花费很大量的时间研究建立资料。这个是有建立一个资料库了，一开始是从 平面的嘛，各种表情啊什么那些你先从平面的、哦、做出来以后，然后做出来以后你变成立体的，你还是要有一个资料库，比如说像小的还有一些打样，你多了你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你就都是从那些去参考过来的。对，因为 你有时候要凭空去好像要画出一个人就比较困难、啊、所以就是要有那些参考的资料库、啊、因为这个在台湾你也没有再去找人教嘛，然后就是直接你要在这边摸索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大陆的，他基本上都把线弄得很多条，比如说十几条，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来一直把它简化到越少，但是一样可以去做出动作出来、哦、比如说像这样子的手，它的线可以多少条我们不知道、哦、这个就是要到时候就好像一直要研究，还有上面绑线的一种手法这样子。每周两个下午，笑眯眯的团员会聚集在蒜头糖厂废弃的旧邮局内练习，互相学习对方角色的技巧与特殊动作。每个悬丝偶都有设计特别的动作，要不断揣摩练习拉线，做到线偶动作的流畅度。操偶时需要每只手指头灵活操控丝线，有些偶光丝线就超过十条，每一条都牵动着不同的动作表现。操偶的人不同，会让每个偶呈现出不同的生动样貌，所以手指头的灵活度很重要。
你更加艰苦的当中吼，像老师讲，阮就甲老师较知影讲，这个过程当中你咧行的时阵手会酸，啊，但是酸就是一礼拜过就好啊。所以因本来第一天因就无爱练嘛，阮就继续甲鼓励，就是一礼拜，啊，个人一礼拜过了，就无人讲伊要退啊。学习到的就是，这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就这样子了。其实，在接触到玄师偶之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人生的体会了。但是，真正又接触到这个玄师偶以后，又能再印证一下，就是说，人生就像戏偶一样子啊。哦，其实也是有一个剧本在编排啦。就像人生有时候会打结，你愈心急愈解不开。解开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耐心嘛，你有那个耐心以后，你会发现到它虽然那么乱，但是它还是有一个规律在。它找出那个规律以后， 你看到那一个结，你就会自然就能够把它解开了。素云阿嬷78岁了，操偶时不仔细看，看不出她几年前中风过，曾经一手一脚不利落。还好，她做任何事都积极认真，连复健也是。现在骑车也算是她的复健之一。我就是原来坐电梯进坐这个所在，啊，直接食早餐，啊，食这嘞吼，食这阿香啊，啊，手拍卡手，啊，转来只手，倒手甲倒卡转来袂颠倒，是安尼中风的。啊！先较紧叫救护车，随送中坑，啊！就救了较早，才有通安尼无唔止安尼哦。伊甲我讲吼，100岁哦，救无3岁起来，讲我出上好运，讲我安尼足好运。迄阵啊，心情一想讲，啊，我本来是好好的人，啊，我今仔日也变安尼，一直作怨叹，作怨叹讲我呢，临时变安尼，无本来拢安尼作快乐的安，会去跳舞啊，向向好好，啊，变向向变安尼啊，一定较无很乐观啦。这芦荟啊，我今仔阵用起来，想讲要来养白菜，要种白菜，啊，这两桶嘛是怎个用起来？这拢怎个用起来呢？对，迄阵也是较无爱出嚟，想讲咱身体也变安尼，就较无爱出嚟。啊，就是因做人吼，一直鼓励讲，继续来学，因就鼓励讲，你爱来学，来学你才会较紧恢复。啊，就听因的话，就做，偷出嚟，出嚟了全惯习啊，就较自然啦。所以阮阿福啊，这毋是阿仔。无等下恁家看麦。你阿婆对你偌久啊？阮阿婆从头对我较近啊。阮阿婆会共跪哦。迄阵手骨只手有力，只手有法度力，啊，即摆只手较无法度，只手较法度。你跟阿豪感情袂歹吼？嗯，跟阿豪感情袂歹。阿豪对我遮久的咯。
嗨，嗨。有啦，有错的有差啦，有错的吼，那像人有较爱交人讲话，较会交人讲话，啊无本来拢无爱，那像讲足我做内面，咱足优秀个，咱就对了。看似平静的人生，其实曾在多少个瞬间经历过生命的风暴起伏，又是花费多少时间的消化才能拥有这般平静的心灵。侯孝芝是退休的小学老师，每周还是在小学担任志工说故事，坚毅却无争的脸庞下也有悄悄掩埋的伤痛，很少提起。我上一次曾经讲过，有一句话叫做“百善什么？哎，百善孝。”我以前家境也不是很好了，你除了读书，又回去还要去工作，我们回去都要去工作，像寒暑假念书的都要上场啊。种田也是很苦啊，啊，苦的结果就是说，哎，可能只有念书，啊，念书看看能不能不要去工作。他除了把他就把地位传给他，他除了把他的皇帝的位传给他以外，他还。将他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什么叫做许配给他？我会啊，会想到以前教的时候怎样，做了几岁啊，做到昏做，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就不要做。我就生两个啊。老大老二这样啊，老大就女生啊，老二男生这样子啊。我女儿她是也是读这个小学的了，哦啊，她其实人他们都说她表现得很好，甚至有那个他们老师还问我说啊，你是怎么教她的？我又告诉她说，其实我怎么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教我那个女儿真的很认真，很勤劳，很勤勉，然后她自己要求自己要求得很严格了，是这样子。而是他的骄傲，也是全家人心里一个不想谈的痛。但是今天，他愿意分享自己如何面对这个心口的伤。发生事情是在85年，85年，我在46岁左右，啊，他就那个血统啊，血统就都有那个什么流血啊，他很想去啊，我想啊，小孩子要去啊，就让他去。我说他都是求自己，要求自己要求太高，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体力，没有那么好。他在游泳池，那个溺毙的啊！我真的整个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嗯，开学以后，有个家长就跟我说：“老师，你是安怎啊？啊，你连暑假都还被那三任贼啊？”他就意思，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没有人，家长没有人知道，只是学校老师知道了。我儿子就曾经这样说：“说我希望妈妈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去忙，都不会去想到姐姐。”他就这样想。所以有真的就常常就想，你知道你一定会想，可是你想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不要再去想了，嗯，啊，然后用事情，就是做一些事，做什么，不要让自己觉得无聊。你觉得无聊，一定会想到。慢慢的，不是说淡忘，就是慢慢的，你把它摆在一个地方，摆在你心里一个位置，可能就去做没事。团员中，陈秀却算是最忙碌的人了。看似年轻，已有好几个孙子，每天开车到外村的农地摘瓜果，拿去黄昏市场，或回到工厂村里摆摊卖菜。我那拢背过啊，拢背去布袋啊，我背布袋拢回来再去摘放啊。这是新捞的，太多了。这是新品种的小玉丝瓜，市面上还很罕见。人生啊，嘛袂求什么啊，一日一天过一天就好啊。
我感觉足好个啊，算无闲嘛是一种迄落嘿啊，一种幸福。那阮先生讲个，你好亲像吼，嘛袂无讲足济钱个，啊，就是你嘛袂讲欠着钱，伊会感觉讲你应该无钱啊。啊，就是佫伊佫有一个财运过来，有时候阮孙讲，阿哥你再摕去买，啊，就还少又有，今仔无赚钱，无赚钱，佫佫买了佫有钱啊，所以好像也都没有缺到什么钱。一个猪头生啊，老头生啊。追求少，要求不高，天天看见的事都会变得美好。正向的思考让团员中最年轻的61岁阿嬷常常能开怀的笑。我人生很平淡，对啊，没有，无讲足够苦个安怎啦，阿嘛无讲啊，这足富裕的啦，就是就我想买什么，就去买，啊无钱，好像又会赚回来啦。像太侪伊会讲，你安尼负担足重，阿嘛讲这是一个甜蜜的负担，阿嘛佫较大汉啦，他们会听啦，我若甲讲我的辛苦，他们就知道。我袂讲爱足侪钱，反正够用就好。啊，莫讲，互查囝负担足侪，安尼就会使。老师来你教嘞，紧转来。我就足想讲吼，因为我遐有一个朋友伫遐，因查囝伫遐卖凉的水，我就放互伊顾，我就选啊，啊卖的时阵甲凊彩分，阮两个就凊彩。这天，村长要带着爷爷奶奶们到另一端的村落教日托中心的老人们操偶。我要来荡秋啊！当朝教，所以阿嬷要来当朝教，所以迄个树啊，在人啊。大家拢安尼嘞，大家都是一样啦，大家都要当主公啦。退休了，比上班的时阵搁较无闲，哎，又很忙很忙，忙是有忙的乐趣啦，哦，啊，有时候会抱怨啦，我也敢不抱怨，抱怨说怎么工作这么多。外出做表演要带出门的道具很多，10多位团员再加上演出的道具箱。全靠大家的自用车支援运送。黄村长很积极参与各地的活动，努力将笑咪咪悬丝偶剧团向外推展。团员们演出机会愈多，接触外界的时间增加，就会以愉快的心展开每一天，自然就可以活到老，幸福到老。这些老人也非常可爱，其实刚开始他们跟我们随机的互动比较生疏，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就非常的热络，其实到现在已经快8个礼拜的课程已经上到第7个礼拜了，虽然是没有说天天在这样子练习哦，可是我想他们还是有一点热情啊，有一点热情。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非常好奇，对这个，而且很有兴趣啊。来日托中心表演，目的要让剧团的团员带着中心里的乡民们一起动手同乐。剧团的故事多数呈现乡土农村的特色，悬丝偶的模样也都很淳朴真实，很有台湾味。
去啊，我也很无趣啊。人生是非常简单，六个字嘛，你要经过历练，然后你的感受啊，你的感悟是什么，这过程当中当然酸甜苦辣都有了。像上一次我们到长庚去也是啊，那些已经到长庚护理之家的那一些人，他们回来也讲说，哎，荣耀，我们还是蛮幸福的。对啊，实际他们去看了以后，反过来回头他们讲的说，哎，我还比他们那一些更幸福。虽然我的年纪那么大，可是去让那些长辈得到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这样子，哦，有时候失智，可是看你看像我们里面那个奶奶，虽然她有一点中风，可是没有讲，或许你又看不太出来，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话，能够让她非常有自信的。没噶，没有，我没有，没有都没噶，刚才想讲哦，家己也咧有吃尔。带着日托中心的老人们一起学操偶，对团员们是个很好的体悟。同样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笑眯眯的团员们却还能到处演出，将欢乐带给其他人，这是多么愉快又有意义的老年生活。他们那边的老人哦，我有那有甲伊问，我讲吼，我奶奶你哪有快乐？我讲哦，很快乐，很快乐，啊，互动很好。我那去吼，因真欢喜呢，真的很高兴。我有当时都唔知讲，我去遐几遍呢，因为讲五遍啊，还佫三遍，哦，比我们还清楚。哦，安尼就是会达到因的这社区。哦，要叫这些老人出来，安尼就因的目的就达到啊，有互动啊，啊，遐老人不会讲安尼，俺坐咧度孤，俺唔知咧创啥，俺唔知，安尼唔好，还是要出来走动走动啦，啊，他们高兴，哎，啊，人生最有意义了。一句台语咧讲哈。你扮演什么角色？剧团内底，你这家里人啊，演什么角色？你把你的角色呈现出来，啊，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一个物化，透过你的 skill， 你的技巧，呈现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你自己去体验，去诠释。老师也一直是勉励我们这些学员，哈，就是说。你有法度把这个红啊，透过你的手，回演有生命，安尼，你就做成功啊。笑眯眯玄丝偶剧团只有周末固定在糖厂演出，没有特别宣传，甚至连糖厂门口都没有招牌或告示。几乎都是来蒜头糖厂的游客，走来秀劝奶奶的小吃摊，听见音乐声才找到他们的。来呀，来有现在呀，梅粉地瓜条哈，啊，合作三下，合作叫小号，更叫啦，叫呼啦。哎呀，阿明啊，我做叫呼，我咧甲饲的，我甲饲的。老奶奶拢过来哦，阿好来。演出前，秀秀奶奶先炸丝瓜点心给大家吃，一群老人像来参加同乐会一样，开心得不得了。这记忆那个咪失传了嘛？啊，想袂到讲，阮这共青山这么少人会中间会当安尼燃起来，哎，啊，人遐大家，阮每一下去表演，大家好，足欢喜，拢快乐。等下大家来甲我拍波啊！阮在实验就感觉讲哇，有番观众要跟主持人爱护，我感觉足快乐的。啊，得足专心要甲表演好势。啊，阮这团员是专心的表演，吼啊，观众是专心的看阮，安足欢喜安尼。对啊，你讲较清楚嘞，我是该看较清楚嘞。好，咱来吼，咱去坐桂林，行。
我是感觉人生吼，得快乐就好，吼有钱无钱不要紧，啊地就是健康，啊平安，啊快乐，这上重要。一个人的老后应该是什么模样？从这群朴实真诚的爷爷奶奶身上，体会到无论活到几岁，能持续绽放生命正能量的人，再平凡的人生，都会有属于他的平淡幸福。